国家两厅院2020年开启厅院学计划，到现在迈入第五个年头。今年首都和台北启聪学校合作艺术入校，请来父母是聋人的艺人廖晓彤，为11名学生规划上6堂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其中一名学生更是在课堂中被音乐感动，写出一篇新诗，最后改编成手语诗，和同学们一起于成果发表会呈现。爱着他直到永远，爱着他直到永远，因他是我的唯一。台北启聪学校学生在国家两厅院和台北启聪学校合作艺术入校计划的成果发表会上，将学生曹红瑞写给妈妈的新诗改成手语诗。曹妈妈在台下看得频频是泪，很感动，我差点要哭了。我是单亲妈妈，从小照顾她长大，很认真的教她，让他明事理。国家两厅院推动厅院学计划迈入第五个年头，希望身障者也可以欣赏艺术，所以特别找上台北启聪学校。欣赏艺术也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的，所以才想起了说，那好像我们可以把他带到不一样的学校去，让不一样的年轻学生也有这个机会去接触艺术或欣赏艺术，或甚至于自己创造艺术啊。有别过往以舞蹈、默剧或戏曲等表演艺术类型为主题的课程，两厅院找了父母是聋人的艺人廖晓彤担任老师，设计了6堂声音探索课。我们是希望是用听觉之外的声音感受，那其实里面是包含聋人文化在里面，因为我们的对象是聋人跟听障的同学，那我们希望可以开启他们其他的感官来去感受声音，像是震动啊，或是用视觉啊等等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准备小道具放在喇叭上，看着声音的震动，播放音乐时鼓励同学贴在木头地板上来感受，甚至要他们把感受画下来，引导他们跳脱听觉的限制，用视觉、触觉来感觉音乐。我以前很少会接触音乐，但是我来上这6堂课，接触之后就知道了，像是透过地板震动来感受声音。在课堂上播放音乐，听了很感动，就突然想要写成诗。原本成果展计划表演手语歌，但学生曹红瑞写出一篇诗，廖晓彤决定改成学生一起用手语来诠释这首诗。那北聪的孩子是这样的，他们不太有机会表现，但是当他们有机会表现的时候，他们常常让人家很惊讶。这次计划上课的学生开始学会欣赏音乐，两厅院表示未来也会努力创造一个包容的音乐环境，让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享受音乐的美妙。记者牛宣文、王新中台北报道。